道吗？我最爱吃的一个食品叫什么？就是卤鸡脚。可是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，这个鸡脚呢是不能够补充胶原蛋白的。我白白吃了那么多年，以为就能靠它变年轻，原来这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是的，从20岁起，皮肤的胶原蛋白每一年会自动流失1%，女性流失胶原蛋白的速度会比男生来得快。那什么导致胶原蛋白流失的速度呢？那就是胶原蛋白杀手——紫外线 （UVA） 和 UVB。从这些食物，比如大猪蹄子，来摄取胶原蛋白，或许你会先发胖，都还没有摄取足够的胶原蛋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们的分子太大了，一个健康的人能吸收的分子平均是在1000到2000 delta，而这些食物的分子是3000到100 delta 左右。最近爱多美新上架的宝贝 Atomy Inner Collagen 一瓶就含有3250 mg 年轻鱼胶原白肽。鱼胶原白肽的作用呢，就是在胶原蛋白经过肠胃分解了，在吸收的过程之前，就把分子切成最小的分子，让身体更容易的吸收胶原蛋白。除此之外，Atomy Inner Collagen 还有玻尿酸、维生素 C、弹性蛋白，还有神经酰胺，来帮助对抗紫外线的侵害。爱多美 Inner Collagen 在上架之前就有9宗临床实验和 HACCP 的认证，有效对抗紫外线和补水。爱多美胶原蛋白，爱草莓婴儿可乐脸。这一台红中浪娘子，我都要清水，都要不松嘴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爱美的你，赶快注册会员购买吧！